来介绍这一台哈 ，RM981 2018年最新版的乘坐式割草机。哦，先讲解哦，整台的操作感，哦，整台的操作感，哦，油箱，哦，这汽油的油箱，建议用95哈，然后油量表，油箱的指示表，前面工作灯 LED 的按键，哦，开灯的话按下去，这个灯会亮，工作灯就会亮哈，启动钥匙。哦，启动的钥匙，哦，然后再来这一根呢，哦 ，HST 前进，哦，操作杆前进，空档 ，R 档倒退档，这是差速器锁，哦，这如果有陷泥，那个车子如果遇到那个老鼠窝哈，掉下去之后要把它强制后轮驱动，两轮全部驱动，这个要往这里搬哦。起来之后呢，要往再退回，因为不然哦，方向盘再转弯会不好转弯哈。然后这个是哦，龟兔档，哦，这个是龟兔档，哦，这个安档，哦，这个是龟哦慢档快，哦，就这样子哈。哦这个是刀盘高低的操作感哈，这个是泄压，你没有泄压的话哈，刀盘是搬不动的哦，这是固定哈，固定刀盘的操作感哈，你看刀盘就往下，好，在三的位置代表割起来，现在剩下离地超三公分，好，这样哦，要把它搬上来的时候，一定要按泄压法。一定要按泄压法，搬到最上面，不然车子挖不动哈。刀盘放下去之后，这个是启动刀盘的操作杆，刀子哈慢慢放下去，哦，就开始割草了哈。然后要启动的时候，一定要放回原位，哦，把刀具放回原位，这个也是搬回原位，刀盘搬回原位。脚刹车要发动的时候一定要脚刹车，然后把脚刹车踏到底，这个脚刹车固定环往上搬，好，你看这样就搬住了，这样才可以发动哈，这样才可以发动，好，要放掉脚刹车哈，用力再踩脚刹车，这个固定环固定脚刹车的杆哦，就会跳回来哈。啊，这 HST 的操作杆哈，跟脚踏板是联动的，哈。一般我们车子在走，你如果手忙脚乱，踏脚刹车，它就会自动在回空档，啊。HST 是越推越前，越走越快，你可以用脚来控制前进后退，一直可以往前往后，往前往后挪，我们现在讲解哈，要发动前的准备动作，割草盘的固定杆哈，是不是在最上面？检查第一，再来脚刹车，一定要踏上，踏到底，固定环，固定杆往上搬，哦，固定杆往上搬，左门往上拉，哦，我们现在转到第一个动作是发动，哦。然后再往右边搬40针，发动起来之后往下压就好了。